现在教大家下载和登入 Rainbow Star， 请在 Google 搜寻 Rainbow Star。 进入 Rainbow Star 融合教育电子学习协会网站，点击按此下载，点击 Windows 下载安装档，.exe 档案下载完成之后，保留档案同埋将佢打开。如果见到一个提示，请按执行或者按完其他资讯，然后再按仍然执行。如果见到一个提示，请按是允许变更装置。选取安装的位置之后，然后按安装。按完成。好了，现在完成整个安装程序了。请按一般登入。然后输入你自己的用户名称和密码。然后按登入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登入了。在这里可以看回学校的名称和学生的账号，还可以检查网络。检查网络的时候，如果是绿色灯代表信号良好，如果是黄色或者红色灯代表信号不良，可能会影响使用效果。